现代教育一直有城乡资源分配无平均的问题。国际国论社希望讲会当透过资源的结合，来引进去有需要的学校。所以，当然科技国论社就来指导地方的中学生担任课后辅导的职工，透过视讯的方式，引起国小学童学英语的兴趣。这两年来，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学习成果。Hello, everybody.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My name is. 然后后面就接你的名字，好吗？然后在下面你就可以说 I like， 就是后面接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开嘴讲英语虽然有淡寡歹势，不过也是顺利讲完几句话。再由进行中学学生担任客服志工，陪伴各小学童利用轻松的方式学英语，和大家开嘴讲英语变成是一件快乐的代志。我觉得是蛮有帮助的，因为可能在以后他们对英文的学习也会比较有兴趣。所以假设在现阶段建立他们对英文的自信心的话，在以后也会比较有帮助。我也是真心中学毕业的那个学生，能够回到母校来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心里面非常感动。那也很希望能够将这种远距教学活动继续延续下去，长长久久，让所有的学生，尤其是我们比较偏乡弱势的学生，能够在英语教学方面能够得到更精进，不输于所谓的那些大都市的学校。印度学童有兴趣学英语，这对哥哥姐姐来讲嘛是一门学问。但是现场看到大家是讲甲笑眯眯，都知影这款的课程对现在囡仔来讲，这是上需要的教育资源。因为他们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语言的表达是未来他们孩子在奠定很多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很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为科技福伦社来推动这样的计划。他们觉得都表示，觉得很好玩，也很有兴趣。那接着看到小朋友，也敢说。用英语来表达，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哈。对我们说，从校本化开学到国际化，那其实这是一个种下一个种子。这么简单，才实行两年的教学，现在也面对着计划转型的问题。对此，发起活动的道纳科技福伦社甲管府也积极寻找新的计划方向。也许我们会透过一些所谓的集中式的教学，就是面对面，开一个所谓的小班，然后在下课的时候或是闲暇之余来面对面来教学。教育处未来会极力的支持比如说结合相关的资源，像科技福伦社，像学校，这是我们未来建立更好的一个视讯网络的系统之后，我们也积极的能跟大家一起成个伙伴关系，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受到更好的照顾。中学生利用课后的时间，利用电脑视讯陪伴学童实在学英语的美好，大家期待收到来会当直接面对面互动，有金学习的鼓励。记者陈怡薇，彰化报道。